品牌方来讲，线下消费者的一个趋势对于他们来讲是非常关键的。我们不仅可以给到洞悉，而且更可以协助他们跟零售商配合，在品类方面，在新品上市方面做到非常具体的一些测试，什么样的品类、什么样的商品、什么样的诉求、什么样的客群是否有效，在配合的零售商的这个货架上做测试之后，他再做推展啊，我觉得在做这个传媒的这个计划会大大的增加效率。谁有数据，谁就是我们未来想要合作的对象。可以跟这些银行业啊，或是房地产业啊，或是电信业啊，或是当然还有这个网上的这些购物的平台。As we said, we're going to have our own R&D center. It's going to be a center of innovation on data science, on computer science, and it's going to bring Chinese-specific innovation, because that's really our intention.